就一回。千年之前，一条白蛇险遭杀身之祸，幸而被一位小牧童所救。千年之后，白蛇修炼成人，决定以爱偿还救命恩情。青儿，你看，徐公子摘草药的样子，好帅啊！姐姐，要不你还是佩服眼镜，当个眼镜蛇吧。讨厌。快去跟他说，我没准备好，快去说说说说。青儿不行啊，可以的，好，快去，你别老怼咕我行吗？怼我七寸了，我不怼，那我去。啊，走了。姐姐姐姐姐姐，妹妹妹妹妹妹，和许仙表明心意就这么难吗？哎，害羞，哎，着急。停，收，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在人间摆尾弄姿，一看就是修炼不够，回去修炼去。不回，许仙都轮回九世了，这一世好不容易是个人了，那下一世谁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你就别犹豫了。我这不是犹豫，这是爱情的拉扯。你根本就不懂。我怎么不懂？2000年前，我被人当成蛇皮裤腰带拉扯过，差点要了我的命。咱们说的不是一个扯，那你就别扯了。姐姐，快去跟他告白吧。我是要跟他告白的呀。但是他现在离我太远了，已经到湖的对岸了，所以改日吧。这有何难？来！我怎么回来了？我不都到湖对岸了吗？许大哥。姑娘，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啊？你别管。我姐姐跟你有话说。好。姐姐，人呢？不好意思啊，我姐姐比较羞涩，我去找找她。姐姐，姐姐，许大哥，你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吗？她没看到。不好意思啊。没事。走。哎呀，你去哪儿了？青儿，你也太着急了。你也太磨叽了。感情这个东西，他得慢慢来，他不能着急。你想啊，我们两个来才刚认识。我怎么又回来？多慢？不是这个慢，你快先让他走。快也不行，慢也不行，你到底要怎么样嘛？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他吧。他说他不喜欢他，他说他。谁信呀？你摸摸你的心，热辣辣的，热不是很正常吗？可我们是冷血动物啊，蛇，爬行类冷血动物，著名神话《葫芦娃》中最大的反派。扯太远了，扯太远了。好吧，好吧，我承认，我很喜欢他。那你一会儿见他就这么说。你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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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我走了。来。唰一下就过来了，为什么呀？姑娘们，我不知道说什么，快去说。许公子啊，走。我真想走啊。走。回来。走。我这手怎么开花了呢？
释怀了呢？哎，姑娘，你听我说啊，我不是个轻浮的人，我正儿八经中医啊。我怎么在他面前法术都不灵了？你快先让他走吧。娘。哎呀，谁能想到，一个修炼千年的大白蛇，在一个中医面前。折了。哎呀，青儿，你就别笑话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到他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那我帮你说呀，你来。哎呀，又来了。姑娘，许大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好，我姐姐闭嘴。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几个字儿啊？四个。第一个，他什么什么？哎呀，过、哎，他心脏有问题要找我，那没毛病，我专治疑难杂症，我老中医。不是，咱俩换位置，来换位置，什么题呀？哎呀，姑娘们，不好意思，我玩进去了，哎呦。这也太可爱了，啊？姐，姐姐，你什么眼光啊？他本来相貌就平平，这一筷子还不太灵。你见了他之后，你那法术也不灵。你们俩多好呀，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不灵不灵的。你不灵不灵，你也得先告白呀。哦，对呀，但是告白它是需要氛围的吧？什么氛围？湖边小曲儿、细雨儿，什么都没有。告白不了，我有，你又有了，来！哎呀，这个雨怎么老跟着我呀？光临我呀！你这，哎呦，青儿，你看你，他身子弱，着凉了怎么办呢？公子，你撑上伞。哎呦，使不得。哎呀，你就撑上吧。哎呀，咱敢与姑娘同撑一把伞呀！哎，你就别跟我。姐姐，氛围这么好。你快说实话，说实话呀！啊，实话了。姑娘，不好意思啊，我，哎，姑娘，哇，不是那个姑娘，你不要误会啊，你姐姐的实话我是听不着了，你这实话的姐姐我就给你撂这儿了啊，我什么都没碰啊，告辞。哎，羞。哎呀，姐姐，你就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你要放轻松。好，青儿，你说，要不然就再等等吧。别等了，一等又是一千年，我们女人有几个一千年呀？你看你，眼角的蛇皮都皱了。那完了，青儿，你看啊，她二十来岁，我1800多岁。姐弟恋这个他一定会介意的，这不一样。你大三抱金砖，那许仙找了你，他算是发了呀。那你刚刚说我眼角蛇皮皱了呀？那不一样啊，姑娘们，这个药应该能治石化。好了呀，好了就好。没好透啊！我帮你，你怎么帮我？上身。哎，许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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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姑娘们。我再去找点治甲亢的药啊！别走，嗯，许大哥，我喜欢。来，蚊子，出去！姑娘，哎，你是怕蚊子吗？我死了。哎，他给我比了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给你打了个叉。啊？那他是不是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了？不是，姐姐，我不是故意的呀。青儿，你怎么能上我的身呢？我是为了你好啊。有你这么为我好的吗？你们不要吵了。我们姐妹说话，你插什么嘴？走。哎，算了，是我自己没用，把握不住这段缘分。那你不打算告白了？其实能这样远远地看着他也是挺好的。我们走。走。不行，我一定要帮姐姐告白，上许仙的身。来。
白姑娘。你，许公子。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是，我其实想说，我想说。我，爱姐，青儿，刚刚许仙过来找我了。是吗？那你们聊什么了？他笑得我心里发毛。那人类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会表现得很奇怪。真的吗？嗯。可是我还有一点点担心。别担心了，我不担心了。来了，好。姑娘，年龄这一块子我想得很开，我就喜欢岁数大的。我说完了，该你说了，姐姐。青儿，姐姐，她真的不介意我的年纪。她刚刚还叫我姐姐。那你跟她告白了吗？我太激动忘了。忘了，不行，这回必须得告白，必须得说了。好，好。我，哦，哎。哎，许公子，我真的有话对你说。其实我，青儿，啊，你先走。啊。哎，你去哪儿啊？其实这些话我想了很久了。我，青儿，啊，走啊，我们两个，嗯，嗯，嫁。徐公子，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你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久。这些话我想了很久，其实我喜欢我。你给我出来！姐姐，你卡住我了。你走，姐姐，平时玩就算了，今天敢玩到我的头上了是吧？没有，回去反省去。姐姐，我不是故意的。走，姐姐，你听我说呀。其实我，我是喜欢许仙，但是喜欢就一定要告白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拒绝我了，他不喜欢我怎么办？我喜欢你啊。没完是吧，青儿？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喜欢你。从第一眼开始，每次跳到这儿，我都很开心。羞！你们两个真是，啊，渴死我了！哎，姑娘，哎呀！哦，谢谢啊！青儿，哎呀，这，哎呀！姑娘，花开富贵。救我！不是假警察，你到底要干嘛呀？什么假警察？我是山菜。你是哪个山上的菜？《流星花园》里 F 四的那个山菜啊。F 四。F 四。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精神污染呢？你们谁呀？我是美作，我是西门，我是累。你累，你回家歇着去呀！你来我们家干嘛呀？出去！道明寺，我呀！你给我起开！你是谁？
我是山菜。找的就是你，打他。哎、为什么呀？救我！哎、你别救我！你干什么呀？说话！别打了，再打我就报警了。啊，你果然还是很在意我。我报警就为了抓你。你们私闯民宅，你肯定是主谋。对不起了啦。道歉有用的话，警察我怎么一边这口音？是你，我不打算追你了。为什么呀？因为在未来，我们就是夫妻。你就是我未来的老公，我就是你未来的老婆。所以你现在喜不喜欢我，什么时候喜欢我，都是无所谓的了，因为我们已经命中注定。我是你未来的老公，你有什么证据？我就知道你不信。给你看，这张照片是我们相识的照片。这我就不会开车了。这张照片是我们在照相馆里拍摄的照片。我就没去过照相馆。这张厉害了，婚礼现场。连结婚照都 P 好。谁啊？等会儿，你谁啊？嘘，不是你干嘛的？嘘，你来我家干嘛呀？嘘，你再不说话，我报警了啊！我就是警察，我是这次保护你的民警史册，这是我的警官证。哎，不是我怎么了？你的邻居是个恐怖分子。我的邻居是个80岁的老头啊。没错，就是他，太恐怖了，80岁还要犯罪。那我应该怎么办啊？不用害怕，配合我的工作就好。哦，行，我怎么配合你啊？抱着我。哦，然后呢？没有然后了。那是我保护你还是你保护我呀？小点声，慢着，很恐怖。哦，抱紧我。他为什么要犯罪啊？他都80了，他这么大，你睡着了你啊？不是我这，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太累了我。你是不是假警察？你警官证在我看一眼来。我什么？我就是警察，你就是骗子吧你？我能给到。B1机动车驾驶证，你还是个卡车司机是吗？都学，都涉猎。我现在就报警，我看你是不是假警察。哎，你别。谁啊？恐怖分子啊！那该怎么办啊？别害怕，有我在。你小心点啊！没事。你让他进来了！我杀了你！为什么呀？我杀了你！那为什么呀？我杀了你！我不是你干嘛呢？怎么了？没有我他就会杀了你。没有你他都进不来。小子，拿命来！他们是谁啊？他们我真不认识啊。弄死他！不许动他！他们要弄死你。别废话，上！哎，你小心点啊！你没事吧？我肯定没事，我都没参与过呀。玩呢？哎，他看起来挺厉害的啊！不用害怕。咏春，刘思维。哈！你俩有啥区别呀？我比他多转一圈吗？你别喝了，你来我家干嘛呀？演什么呢？哎，你是不是也演得起来？我杀了你！你杀了谁呀、啊、你？出去！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警察。废话，谁看不出来你不是警察呀？我喜欢你。我注意你很久了，我认为我就是你的理想型。我没有这种理想。我有。我想做你的女朋友，我能保护你。我不用你保护，我最大的威胁就是你，还有你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你们太野蛮了，进我家就打架干嘛呢？出去！哎，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喜欢？这么好的女孩谁不喜欢？谁不喜欢这么好的女孩？
你回家练去。有毛病啊！又干什么呀？快救我！救我！不是假警察，你到底要干嘛呀？什么假警察？我是山菜。你是哪个山上的菜？流星花园里 F 四的那个山菜啊。F 四。F 四。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在我肩膀。够了，够了，太恶心了，精神污染呢、啊？你们谁呀、啊？我是美作，我是西门，我是累。你累，你回家歇着去呀！你来我们家干嘛呀？出去！道明寺，我呀！给我起开！你是谁？我是山菜。找的就是你，打他！哎哎、为什么呀？救我！哎、你别救我！你干什么呀？够了！别打了，再打我就报警了。你果然还是很在意我。我报警就为了抓你。你们私闯民宅，你肯定是主谋。对不起了啦。道歉有用的话，警察我怎么一边这口音？出去。我们走。走。去哪儿啊？那是我卧室。这边。走。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喜欢？这么好的女孩谁不喜欢？谁不喜欢这么好的女孩？你回家练去。有病，你也出去。我都不隐瞒了还不喜欢我？对，不喜欢你。那要我怎么样嘛？你要离我远点。哎，我不是那，太恶心了。哎，刚才不好意思啊，话说重。行了，怎么还健身身了？嫦娥在哪里？什么嫦娥？你拿着嫦娥的玉兔，居然不知道嫦娥在哪里？这他刚才扔了呀！别废话，给我搜。哎，不是你们不刚才 F 四吗？干嘛呢？别转了，行了。干什么呀？你把他藏起来了。我没有。你肯定喜欢他。我为什么我喜欢他？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你喜欢他，这不强行改变我意思吗？谁喜欢我呀？是你呀、啊！是他，是你呀、啊！哎，别算了，他不是，咱们好好说清楚，你们到底是他？哎，你滚！既然你们这么恩爱的话，就饶了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吧，饶了你们，饶了你们！停！我送你了，你拿走吧，你回家练去。百年好合。你果然通过了天庭对你的考验。是，我现在对天庭也十分的讨厌。那你开始喜欢我了吗？不是，你要干嘛呀？你不是让我离你远一点吗？我从很远的地方而来。月亮啊。嗯，我是嫦娥，我不是个人，我是个神。你的一切我全都了解。你都了解？行，那我问你啊，我最喜欢什么颜色？黑色。我最喜欢吃什么？火锅。我最喜欢的购物平台？京东居家。我最喜欢的手机？ vivo。 我最喜欢的出行方式？通用奥特能。我最喜欢的饮品？雅培精致奶粉。我了解你吧，现在可以喜欢我了吧？我不是不喜，主要你这头发太长，这是两根跳绳吗？你是不喜欢长发呀、啊？我没有。等我。哎，你。
进来吧。快递。快递啊？啊，那你搁这吧。哦。怎么还有点失落呢？我再见。你怎么进来了？我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穿越？我这次要通知你，我不打算追你了。为什么呀？因为在未来，我们就是夫妻。你就是我未来的老公，我就是你未来的老婆。所以你现在喜不喜欢我，什么时候喜欢我，都是无所谓的了，因为我们已经命中注定。我是你未来的老公，你有什么证据？我就知道你不信。给你看。这张照片是我们相识的照片。这我就不会开车。这张照片是我们在照相馆里拍摄的照片。我就没去过照相馆。这张厉害了，婚礼现场。连结婚照都批好。我从未来带来的，未来带来的。不行拉倒，我穿回去了，时间到了。哎，那你穿越过来的，我什么时候能遇到你？你想遇到我吗？啊，一分钟。结婚照。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史策。哎，到了啊，老公。哎，干什么你？你睡懵了吧你？对不起，我做了好多个梦。哦，没事，下车吧。在哪儿啊？内蒙啊。你真把我送内蒙来了？那我们还能回去吗？回去3000。行了，送你回去。正好给我讲讲这一路上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的。我的梦里全是你。我也是。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军师联盟。
欢迎光临赤壁厅就餐，祝您红红火火，鸿运当头。我是赤壁厅的专属服务员至尊宝，请问您现在点餐吗？我一会儿再点吧。那行，菜单给您搁这儿了，有事叫我。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哎，大哥，你到哪儿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啊？我今天要约会，要浪漫，我让你给我订个西餐厅，你给我订一什么厅？什么赤壁厅，还至尊宝，这根本就不配套！哎呦，气死我了！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现！主公莫慌，微臣驰骋情场多年，今日一战必助你大获全胜。兄弟，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自你对小婉姑娘一见钟情已经一年多了吧？你好好说话，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下来。一年间，你面对这段感情优柔寡断，两人关系毫无进展，是或不是？哎！所以我叫你来帮我嘛。那你说我一会儿该怎么办呀？我要不直接跟你表白吧？你喜欢他吗？你这不废话吗？那你确定他喜欢你吗？我不太确定。是呀，你都不确定，你表白万一被拒绝了，是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不至于吧。孙子兵法有云，谋定而好动，先胜而好战。战什么战？我这谈恋爱又不是打仗。胡说八道，恋爱就是一场战争。兄弟，这受了多少情伤啊，都让人伤魔上了。人小婉马上就到了，你能不能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一下？干嘛？有人。不，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啊 ？Hello， 林峰。Hello， 小婉。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被加去拉班，班去拉家，拉去加班去了。啊，没事没事，你要是上忙特别班的话，一会儿咱撤完了，你可以先吃。先坐吧，先坐吧。好。赤壁厅啊，哇！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小婉，你先坐，我给你介绍一下。兄弟，兄弟，兄弟，嘘，他快到了，他已经坐下了。小婉，这是我好哥们张唯一。小婉姑娘，你好。你别见怪啊，他这人平时穿衣服就是有点古风是吧？我有一个朋友也很喜欢，帅的。好高的情商啊，我的好可爱啊，我不行了啊。哎，我现在该干嘛了？点菜啊，让他先点。好。小婉，你看一眼菜单，看看想吃点什么啊。好好。这有何深意啊？主公，你吃不了辣，如果小婉姑娘点菜不辣又不贵，正说明她一心为你。哦，此乃投石问路之计。我吃什么都行，你点吧。好一招反客为主，这招也不行啊，你这计啊。莫慌，让我来点。服务员，点菜。至尊宝为您服务。给我。你干嘛去了？刚才隔壁厅一直在叫服务员，您是？我点菜啊。哦，您是客人是吧？不好意思，穿得跟我们家服务员似的。您吃点什么？鸳鸯锅套餐。哎，得嘞。就你叫至尊宝是吧？啊，我记住你了。哎，唯一跟我的一个朋友特别像，是吗？都挺有性格的，我都担心他嫁不出去。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这个人吧情商比较低，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情商怎么又变低了？我的好可爱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开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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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红火火鸳鸯锅来了，哎。哎，辣锅冲哪儿啊？冲我吧，他吃不了辣。啊！菜马上就来啊！兄弟，你品出什么来没有？他是不是喜欢我？主公切莫轻举妄动，在刚才短短几分钟之内，他分别使用了反客为主、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好一套连环计。喂，你在说什么？此女绝对不简单，背后必有高人指点呢。你想太多了，别一惊一乍的。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呢？我这哪还有别人呢？兵将我负天下人，兄将天下人负我。
赶紧，我朋友来了。你干什么呀？怎么穿成这样啊？不是说好了今天来当你的军师吗？那你这有点太吓人了吧你？主公啊，我们中埋伏了。好像瞒天过海。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了。我确定他喜欢你。你真的？我全都听见了。死样儿。那我去表白吧。不可。不可。为什么呀？谁先说谁就输了。小婉姑娘，哎，这位是？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好朋友管乐。啊，管乐是吧？你好，你好，我是凌峰，这是我哥们唯一，他俩穿的还挺搭。咱们先坐，先坐吧，先坐吧。啊，咱们人齐了，先提一杯吧。你就是凌峰是吗？啊，是。首听小婉提起你。啊，是吗？哎，你是不是喜欢小婉？兄弟，兄弟，兄弟，他问到我脸上来了，我该怎么回答？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出来了。不行，谁先说谁就输了。那我韬光养晦，卧薪尝胆。我怎么吞吞吐吐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凌峰喜不喜欢小婉不重要，反正小婉也不喜欢凌峰吧。经理经理经理，他扎到我心里来了。我想说，我想说，我要说出来呀。不能说，不能说，谁先说谁就输了。那我按兵不动，以退为进。支支吾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开个玩笑，何必认真呢？坐。我是翠翠菜。坐。还是催一下吧。坐。干嘛催呀、啊？已经很坏了。我又不是真的会法术。喂，你干嘛？哎呀，凌峰，你这料里边怎么有辣椒啊？哦，你吃我这个吧，我这不辣。哦，谢谢。小婉是知道凌峰不吃辣的啊。对。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因为我喜。喜什么？小婉，你糊涂了！我当年就是犯了这样的错，我们女孩就不能太主动啊。那怎么办？喜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看我的。喜什么？喜不得绿在我卡里，他们这些很骚，他们这些很骚。哦，我踢一杯啊！本爷，兄弟，刚刚那一趴是什么东西啊？好一招莫名其妙，事情变得有趣了。来，小婉吃个虾。哎，他不能吃虾，他海鲜过敏。你怎么知道他海鲜过敏啊？因为我洗。洗什么？主公大意啊，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谁先说绝对没有好下场啊。那怎么办？洗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莫慌，看我斗转星移。洗什么？洗不了，洗错的错的错的，洗不得绿在我卡的，当别人喊走，喊走，哈哈哈哈哈，配一个配一个，哇哇，你的那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想学啊？啊，加个微信，回头教你。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哎呀，这空调开这么冷，你还扇扇子啊？啊，我需要随时保持冷静。哎，小婉，你冷不冷？你披我外套吧。哦，你呢？我不冷，你没事，你披上吧。谢谢啊。哎呦，哎呦，手，哎呀呀呀！怎么了？你干嘛给他披外套啊？我怕他感冒啊。感冒就感冒呗。感冒难受啊。难受怎么了？反正你又不喜欢他。我没说我不喜欢他呀。那你就是喜欢他。周公。兄弟，兄弟，兄弟，我要怎么回答？
我默认了，我竟然中了他的美人计，难怪他要加我的微信呢、啊。那我帮你把他删了。不可，我想留着。主公，今日你我兄弟二人共病丧于此，今生于何生量啊？罢了，罢了。我说，我全都说。我还有锦囊妙计，待我釜底抽薪。张小婉，哎，我在。听闻你曾经有一段7年的恋情，最后无疾而终。今日对我主林凤扭扭捏捏，你是不是忘不了那个男人？一派胡言。啥时候的事儿，你都没跟我说过。那时候咱俩还不认识。没事，我不在乎。扶不起的阿斗啊！既然背景调查，谁没有啊？左凌风，弄的。好嘞。传闻你上次分手之后，至今单身，今天对小婉支支吾吾，是不是忘不了上一段感情？我是。哎，我不是。不是你就跟他说。我说什么呀？说你喜欢他。说你喜欢他。你先说。你别勾了我。谁勾了谁呢？咱俩这。行了。别闹了吧，吃饭。红红火火给您加馅汤来。给您加馅汤来。哎呦，烫了吧？没事。我看看。没事。你现在感觉不到疼，你看你摸耳垂，摸耳垂能好点，能降温。你看你摸耳垂。好点了吗？好多了。我要不让冰块给你拿点服务员过来。我说呀，你先说，说出来，说呀，说吃饭。我喜欢你。咱俩算平手哦。那你愿意？不愿意。那你可以？我可以。你可以什么呀？我什么都可以。什么时候能吃他俩的喜酒？那吃喜酒总得先结个婚吧。结婚？那也就是说，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你找我干嘛呀？主公，你且稍坐，待微臣为你打出一片江山。看我给你拨出一个未来。至尊宝。击鼓助阵。关月姑娘，你我虽一见如故，但无奈各为其主，得罪了。请吃饭。管月，你是希望他们二人白头偕老的，对吧？那是自然，所以有些事情要先说在前头。同意。张小婉，我且问你，以后袜子谁洗？我洗。不可。左凌风，以后地板谁拖？我拖。不可。张小婉，以后一周我跟我主凌风可以喝几次酒？看他喝完酒后几点回家。10点之前。太早了，菜还没上齐呢。张小婉，我再问你，吵架谁先道歉？谁错谁道歉。左凌风吵完架第二天要不要哄人呢？吵架就不能过夜的呀。那他做不到的事情能不能别随便承诺？你在说什么呀？他能不能每次吵架别总玩失踪？别闹了，咱吃饭吧。坐。这事儿跟你俩没关系。他能不能别总是把分手挂在嘴边？他能不能吵架的时候别只讲道理？他能不能别总是敷衍我？他能不能别总是否定我？谁会否定你啊？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不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历过？你了解我吗？那你了解我吗？你让我了解了解了。怎么了解？谈恋爱吗？来呀，谈呀。来呀，谁怕谁呀？谁先说呀？谁先说谁先说啊？我喜欢你。
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遇人不熟。天空有一只飞翔的海鸥，海上有一群自由的水手，心中都以为自己是罗密欧，手上握着朗姆酒。突然一道闪电，海神在我面前降临，拔出手中的宝剑，它是我的战利品。等人质家属交了赎金，我带你们去图拉布列店好好快活快活。哇！大副敬我们的船长，喝！二副敬我们的船长，喝！人质敬你们的船长。哇！哎，喝不动了，肚子有点不舒服。大副、二副，人质就交给你们两个了。船长放心，出什么事儿我来扛。两位人质，船马上就要开了，如果船开之前我还见不到钱，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歌也唱了，舞也陪你们跳了，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们，赎金马上就到。而且我从小就是个海盗民，你们的规矩我懂，走了之后绝对不能出卖你们，因为我们也没看见你们的脸，是吧？我这不就看见了吗？就你们现在这个处境还在这讲条件，我告诉你，就算赎金到了，能不能走也要看我们船长的心情。卑鄙无耻，出尔反尔。哎呀，好丑啊！我看你的舌头是不想要。老婆别睁眼，不能让他们看见你的脸。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小婉，婉约，青蛙，寡鸳。哎呀，能同意了吧？没事。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是什么情况啊？二副哦，什么情况啊？啊，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公左凌峰，凌峰，这是我最好的闺蜜管月。Hello， 凌峰。Hello， 凌峰。Hello，Hello。这闺蜜啊？对。那既然都熟人，是不是能给我们放了呀？行，你等一下啊。啊。哎，咱们俩多久没见了？多久？4年9个月零3天，你记得可真清楚啊！对，你老婆记得可真清楚啊！哎，老婆，老婆，你等一下啊！哎，你最近在做什么呀？海盗啊！这不把你俩给绑了吗？哦，对，瞧我这脑子！你呢？你怎么来这儿了？你把我俩绑来的呀？你瞧我这脑子！你看咱这脑子，既然都是熟人，先给我们解开吧。等一下。凌峰，钱不到你走不了。不能，这我老婆闺蜜。你确实走不了啊！你不知道你有多值钱，这么一大笔钱，你有吗？啊，用不用我给你添点儿？哎呦，这也行啊！你又这样，我又哪样？你以前就这样，你瞧不起谁呀？我自己能行？你行什么行？你就别跟我犟了。就是你别跟人犟，你怎么跟我闺蜜说话呢？我这不顺着你说话呢吗？我的闺蜜只能我来说。管月，你可真好，行吧？兄弟，不懂了吧？女人心，海底捞啊！哎，老婆，老婆啊，你这……哦，对了。你结婚了吗？我又聊起来了吗？这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为什么呀？说来话长。什么？大夫，哎，钱到了吗？没有，没有。你好舒服啊。坐累了，站会儿。干什么？两位，你们也听见了。船马上就要开了，我要是还见不到钱，我就把你撕啊！没好透。哎，船长，船长，老公，老公，
你没事吧？你还记得我呀？你等一下啊！我这年轻人，船马上就开了，我的赎金怎么还没送来呀？里边的海盗听着，我是人质家属。哥，我在这儿呢，哥。臭臭，哥给你送钱来了。你别叫我小名，哥。你还好吗？我还行。弟妹还好吗？她呀。他可太好了，太好了！我进来了啊，我先加个班，那我也先回归一下家庭。哟呵，挺懂规矩，自己戴着头套上来了。我和我弟从小就是海盗迷，所以我懂你们的规矩，我绝对不会看到你们的脸，这不就看见了吗？管乐。赵唯一，管乐，赵唯一，你俩认识？何止认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的，有话说没话说？不是这样的，看来是没话说呀。怎么了，管乐？他谁呀？嘿，是咱哥呀。我知道，哥。你是谁呀？我是管乐男朋友。哦，前男友，我们已经分手了。哦，分手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还没有同意呢。我管你同不同意。我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都不管。咱说点正事吧，你把赎金给他，放我走。好，以前的事情不提了。管乐，这钱拿着。等会儿，这什么东西啊？分手费吗？这是我的赎金呢，老婆。谁稀罕你的钱？我稀罕。拿着你的臭钱走。那是我的钱。好，我走。管乐，你别后悔。你回来。你回来。这可是你让我回来的。我叫你回来没用呗。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走了。去你的，流氓！哎呀，好了！哎呀，烦死了！好甜呀！啊！不要走，兄弟，我懂了吧？爱情大魔咒，你上一边去。管乐，这钱拿着。哎，是不是拿了钱了？是不是？放我走！等会儿，为什么等啊？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啊！小婉，这钱你拿着。干嘛？你结婚我都没随份子。不是，那这不行不行啊！你这不行。哎呀，小婉你就拿着，这是我们两口子一点心意。这是什么？这是一码归一码，这是你辛苦赚的辛苦钱。哎呀，这是给你的份子钱。我不要，你拿着。我不要，你拿着。行吧，老公，你看非塞给我，拿到我这儿来了。老婆啊，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老公，你点醒我了，你不是从小就喜欢当海盗吗？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留在这儿，咱们都当海盗，咱们就不走了。好，这样我们以后每天都能在一起。嘿，你说呢？家里边你说了算。来，你给我翻译翻译，他们仨什么意思？谁 say stay here what 的？你谁啊？谁能放我走啊？里面的海盗听好了，我是海军大将，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让你们不放我走，现在海军来了，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海军大将的名字我早都听说过，今天咱俩好好会会他。管乐，小心啊！嗯，兄弟，你放心啊，我没事啊。谁问你了？看，看他！爸，爸啊，爸，嚯！儿媳妇，儿子，海盗，儿子，海盗。林峰，我知道你从小是个海盗迷啊，但你跟海盗打成一片，你要气死爹啊！你看清楚一点，我这被绑着呢。好你们这个海盗啊，居然敢欺负到我儿子张唯一，我儿子左凌峰头上，我张佑维绝不答应。哎，等一下，你为什么姓左呀？我跟我妈姓，行吗？你们谁是谁弟弟？你上一边去。今天
行道，为民除。叔叔，嗨，爸，他就是管乐。叔叔好，我漂亮。哎呀，愣着干嘛呀？快坐呀！快坐。哎呀，管乐，别愣着，给爸倒水。哦哦哦，你是说的？对对对。哎呦，这姑娘真懂事啊！做什么工作呀？海盗。哎呀，巧了，叔叔是海军，咱都是海字辈啊。爸，管乐也是我最好的姐妹呢。那凌峰，你跟你哥这又是兄弟又是连桥啊，好一个双喜临门呢、啊！还有没有个正常人了？有爸，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没一撇啊？我不给你彩礼钱了吗？那不是借给老二当赎金了吗？哎，赎金，对你终于说回来了。钱呢？哎，在我这儿呢。小婉啊，你哥呢？现在他这么一个爸，这事儿你不用跟我说，不是一码归一码，这肯定是我哥的彩礼钱呀。小王懂事啊，彩礼钱，谢谢爸。管乐，爸给的。不要。哎，他还不要。爸给你就拿着，你就别客气了，拿了我家的钱赶紧放我走。怎么跟你嫂说话呢？怎么跟我闺蜜说话？那是我赎金呢、啊。那是彩礼。凌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你哥多大年纪了啊？再往后拖，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说轻孰重啊？孰轻孰重啊？管乐好，这钱你要不要的话，叔叔可就扔了啊！不要了，别，那我就收下了。谢谢爸。哎呀，这就改口了，这就完了。小婉，这钱你拿着。干嘛？这份子钱你必须得收着。你看，哎呀，爸，来，还你钱。哎，懂事啊，儿子。哎，彩礼钱，谢谢爸。管乐啊，爸给的。哎，这打上圈了，这还小婉，哎，份子钱，你看你爸，哎，还你钱，真懂事儿子，哎，彩礼钱，谢谢爸，管乐，哎，爸给的，我的赎金呐、啊，份子钱，我的赎金，还你钱，我的赎金，彩礼钱，我的赎金，爸给的，份子钱，彩礼。爸给的，赎金赎金，我的赎金，他就不能是赎金，什么意思？就是不想让我走呗。对，明白。船长，你出来，你掉坑里了。啊，我的赎金到了，放我走。哦，钱呢？钱呢？没有。大富，你看见了，我钱是不是送到了？没有。你们为啥不让我走？我自己找钱呢。钱给我。你等会儿，凌峰，等会儿。等什么呀？我等很久了。管乐，哎，不对，我现在该叫你嫂子了。哎，小婉能交到你这么个不着调的朋友，可太不容易了。你俩好去吧，你俩。冲冲，别叫我小明哥，咱俩都是海盗迷。哎，就你迷上个真海盗，我祝你百年好合，姐。哎，爸，别操那么多心了，歇会儿吧。你就，老婆，我实话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我真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我感谢你们4年9个月03天对我的照顾，但是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了，求你们了，放我走吧。去甲肾上腺素1毫克，进腿，来准备除颤，继续，300焦。谢谢你，严大夫，但我累了，我想走了。That you're not gonna take what they've got to give, and you're not gonna take your will to live, because they've taken enough and you've given them all you can give, and love won't save them.
不走了，不走了，不想走了，行吗？不行，大哥，你钱都交了，我的家人还没有放弃我，我也不想放弃。你这样让我工作很难展开，你滚一边去！你必须走，抄家伙！男朋友徐志胜，这个是王浩，我大学同学。嘿，同学好。没做梦。哎，你我恋爱了，然后100天，很相爱。怎么咱俩拍照他这么多 pose？ 他在跟我对话。不是你，不可能，为什么呀？懂了懂了，打住！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因为我们俩不光是大学同学，我们俩还……对，我们谈过恋爱。啊，他就是你那个初恋。是。乖乖，你也是我初恋。他人好，长得帅，学历高，幽默至极。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第二条是什么？长得帅。从哪儿看出来的？逗号一样的刘海吗？他的刘海是我亲自为他设计的。你不是最讨厌男孩有刘海了吗？我是讨厌男的留齐刘海。乖乖，你别这么说，他不就是齐刘海？不好意思啊。拍拍，能不能拍？你拍什么？拍一个红底情侣照。先生，先生，差不多了吧？这都半小时了，您干嘛呢？这个，你看我这个刘海是往上一点更帅，还是往下一点更帅？您帅不帅吧，跟这个刘海没有太大关系啊，就是都帅。都差不多啊，快拍吧，我这后边还有客人呢。您是拍证件照是吧？不，情侣照。您有女朋友？听起来这么不可置信吗？看起来不可置信。我快叫女朋友来吧，我这后边还有客人呢。呀，你怎么来了？你现在在这儿拍照啊？对啊。哦，我来拍照。我这有客人，你等会儿我给你拍，你出去等我吧。奶奶，乖乖。哎哎，你们俩认识？啊，我们俩一起的。哦，拼单的是吧？我不收你钱，我先给人家拍啊。我们俩一起拍。嗯。嗯。嗯。嘿，你看。是。别闹了，这不明显吗？怎么你们俩还认识啊？对，我们认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男朋友徐志胜，这个是王浩，我大学同学。嘿，同学好。没做梦。哎，你我恋爱了，然后100天，很相爱。怎么咱俩拍照他这么多 pose？ 他在跟我对话。不是你，不可能，为什么呀？懂了懂了，打住！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因为我们俩不光是大学同学，我们俩还……对，我们谈过恋爱。啊，他就是你那个初恋。是。乖乖，你也是我初恋。拍吧，朋友，我们俩谈过恋爱，你不介意吗？那你还爱他吗？
我当然不爱他了，我现在只爱你。他说他不爱你。我相信他。不是，我问一下啊，您是做什么行业的？他是脱口秀演员。脱口秀现在这么赚钱吗？那可不，我们老板可有钱了。王浩，你的意思我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的？不是，那我们乖乖挣的比我多。奶奶。哎，等会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你要是有的话，你眨眨眼，我帮你报警。明白了。喂，我是一个朝阳群众啊，是这样的，现在真报警啊你？我们真心相爱。不是，他哪儿好啊？你过分了，他怎么了？他人美善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是那个，问我呢。啊啊！他怎么了？他人好，长得帅，学历高，幽默至极。等会儿。第二条是什么？长得帅。从哪儿看出来的？逗号一样的刘海吗？他的刘海是我亲自为他设计的。你不是最讨厌男孩有刘海了吗？我是讨厌男的留齐刘海。乖乖，你别这么说，他不就是齐刘海？不好意思啊，拍拍，能不能拍？你拍什么？拍一个红底情侣照，喜庆。来，那我拍不了啊，我没有红底。那你这是什么？绿的。眼神还不好使了？咱俩谁眼神不好使了？乖乖，这就是绿的。奶奶，你忘了你是什么？狐狸色盲。我明白了，你有红底却不给我们拍，所以你也是狐狸色盲。我不是。那你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拍？能拍，有钱我干嘛不赚啊？坐，乖乖，你坐这。我那凳子凉啊，我给你暖热了。好暖和。我那屋有热水，你喝这个。好烫。我这屋空调有点大啊，你。那你不冷啊？我火力壮。去。哎，你去哪儿啊，奶奶？奶奶。我发现你最近挺开心的啊。我一直都很开心。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这么开心。可能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只想着让你开心了吧。我那不是忙吗？我天天给别人拍照，我哪知道你。不，我没有说什么，挺好的。我在门口听半天了。啊，我们就说说话。说了这么多句一个梗都没有啊。我们正常说话要什么梗啊？正常说话就可以没有梗吗？正常说话没有梗，我们靠什么挣钱？我给你正常说个话，就当我知道我是红绿色盲的时候啊，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沮丧的，因为我知道我再也过不上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了。笑啊。你去哪儿了？我怕你感冒，去给你买药了。我没事儿。你这都买什么了？这马上过节了，咱们戴上节日礼帽，拍个节日系列，也送你一顶。我不要。哎，祝你节日快乐，挑一顶。你也快乐。好看。这也就是你。要不然你免不了一顿毒打。拍吧，来吧，拍拍拍拍拍。明天来取照片。就一张啊，我有好多张，我要选。
我记性就行了。我要两个人的红底照片。对，来来来来，两个人的红底是吧？来。不用搂着，不用挎着，不要笑，严肃一点。来，构图还是不对，你俩站起来了，站起来啊！来，男孩往你的左手边一步，很好；女孩往你的右手边一步。哎，这就出画了，这就有红底了。哎，你在拍什么呢，王浩？红底照片，你不要红底吗？多红，看。王浩，干什么？坐下，乖乖，你也坐下。你要干嘛呀？我教你拍。你还会拍照？当然了，我的奶奶经常用 vivo 手机照亮我的美。那你不废话吗？ vivo 手机那可是大品牌，值得信赖。那也不能让你给我俩拍呀。对呀，你干嘛？没事，我教教他。来，别动，靠近一点，笑。哎，你看这构图，这光线，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别动，我再拍一张。哎，你快行了，是咱俩来拍照。我怕他不会。他会。王浩能不能拍？我不一直给你拍着呢吗？你能给别人好好拍，不能给我好好拍。你又不是别人。我现在就是别人啊。啊！今天是我俩100天纪念日，我家乖乖就想拍个照，你要是不给我们拍，我就打你。给你们拍，谢谢啊，自胜一击，有效果。女孩笑一笑。